停！哎，师傅，停！哎，师傅，停！哎，你在干嘛呢你？车胎破了。那你干嘛还站那儿？不赶快去修？嗯，没有千斤顶啊。那千斤顶呢？我借给人家，忘记拿回来了。不是你的车对吧？是你的，你就不会忘了？ 停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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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需要帮忙吗？啊，我们需要天晶顶。啊，好说。师傅，你这活干的可真够麻利的了。你是做老板的还是当司机的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真想不到你能把车停下来帮我们修车啊。我以前当过兵，后来又在青藏线上开了好几年的汽车。那时候在荒山野岭中抛了锚，能见个萤火虫屁股大的光都觉得是希望了。你是军人啊，怪不得呢。好了，谢谢了啊。谢谢师傅。您贵姓啊？哎，顾芳。哎，待会儿啊，我那几个孩子不管谁来，你都替我招呼着，想办法留住啊。哎，每年中秋节你都是那句话，连个鬼影都没见着。说不定啊，就有个惊喜呢。惊喜？我看你进了谁家门啊，给谁家一惊喜差不多了。没办法的事儿，现在啊不送钱就包不到工厂，人家能收啊就不错了。许多人踢着猪头还找不到庙门呢。哎，老头子，不知道的人以为你们包工头多风光呢。哎，这是啊我送给孙女的啊。呵，你还想着国强他们呢？那当然了，来来来，收起来。哎。走了啊，早点回来啊。老头子啊，带两条鱼回来。哎，要存鱼啊，是桂鱼还是鲤鱼？过节当然吃桂鱼。桂鱼。好嘞。
真是崩溃。这车子开了一半啊，轮胎就爆了，我差点没回来。怪不得我们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你们回来。这客人马上就快到了，赶快找人卸货。哎，快点啊，电脑壳过来买米酒。慢点啊！快点！哎呦，你要慢着点儿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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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着点，脖子烧得怎么样了？你尝尝。细活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尝尝。嗯，把我给香残了，不错。哎，今晚上你可别装醉，不发红包啊！我就知道你们不会放过我的，加班费吧，我提前发了。来，好好干啊！谢谢了。老板发红包了，哎，给你，哎，谢谢老板。小妹，这是你的，我的，我的，哎，小王，来给你，小张，来，还有你的啊。超人 A 套餐168，超人 B 套268。九妹，把这 A B 套餐改成298和498，快，马上去改。这贴出一个星期了。客人有意见怎么办呢？崩溃吧！客人有什么意见？他们以为自己看错了呢。快去改，马上改啊！妈，我们来了。哎，这奶奶！哎呀，我孙女儿来了，快坐那儿，坐那儿。哎呦，想死奶奶，亲我一个。嗯，好，奶奶给你拿香蕉去啊。妈，哎，这东西放哪儿？说你又没钱买这么些东西干嘛？今儿不是德叔咱妈的生日是吧？哎，妈，哎，爸呢？拜码头去了。哦，四妈，去哪儿了？谁知道，跑的地儿啊太多了。妈。嗯。这可是件大好事儿，要不是逢年过节，这钱还送不出去呢。哟，那照你那么说，那收回还有理了。拿着吃。哎哎，妈，您这就不懂了。嗯，这工程队啊，不像戏班子，把戏唱好了就有饭吃了。现在这工程队，你光凭技术过得硬，那没有人际关系也不行啊。人家不把活给您，照样吃白饭啊。哎呀。照你这么说，那还有完没完了？哟，坏了！嗯，我给你们做那梅菜扣肉糊了。哟，糊了？是吗？糊了。哎，怎么？哎，陈爸不在，先找妈吹吹风去。去不去？给双娘啊，带出来。
谢谢啊。油炸臭干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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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油炸臭干子。大姐，这个老头给你的，有点像你们全家福照片上的那位，是你爸。他什么时候送来的？刚才呀。哎，他送完月饼就走了。那你怎么不把他留住啊？哎，九妹，赶快把他追回来啊！九妹，算了算了，你别去了，你去干活吧啊。杨姐的爸爸就在街对面站着，要是我早就认了。要是我就不认。谁不知道当初他把兄弟姐妹四个全扔了，钻进女妻子家倒插门，要不是杨洋卖油炸臭干子养活他们弟妹，又是一场人间悲剧。六七八，七个人，八个。哪儿来的八个？我挨着双井座。他们兄弟姐妹几个每年在这儿团聚，你就别添什么乱好吗？早晚也得加上我，也在这过中秋节。你没看出来双井对我有意思？我看出你对他有意思。崩溃吧！你懂什么呀？你不会看。我不会看。他是个花花公子，你是个乡下妹，做什么黄娘大梦啊？他不就是个书贩子吗？也没发什么财，做什么书赔什么书。我多机灵啊，现在双阳姐都离不开我，她不在的时候全靠我给她撑着。她一个没钱的书贩子凭什么瞧不起我？说什么呢？说得这么热闹。老板，我去搬啤酒。老板，我也去。你给我待着。九妹，以后少书贩的长，书贩的短的。就算双九做书赔了钱，我还没急，你急什么？不就是吃个饭吗？用不着把自己打扮得跟个新郎官似的。你看你这就不懂了吧。这也是为了给你争面子。你看你现在已经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了，那我也别一天到晚就像个蓝脸啊。你说啊，饭我还真是想去吃，可是吉庆节我不爱去，一天到晚闹哄哄的，吵死了。这是我也不愿去那儿，档次太低那地方。你看你姐像个阿春似的，你哥你嫂子肯定好几顿饭都没吃了，就等着今天呢。我姐怎么了？我哥我嫂又怎么着你了？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倒来了劲了。哎，你不就一个上海小 K 呢？好了好了，快穿衣服吧。那你给我拿回来。好。哪个？黄的。来，好看吗？好看。给我穿上。好。
哎，菜来了，来来来，洋洋，还忙着呢。四号啊。哎呦，我们家的金童玉女来了，全家人都到齐了，就等你们俩了。是吗？快到后院去。好嘞，来，走。你们先喝着啊，哎，我马上就来。快点。妈，哎，中秋快乐。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。哎，好好，祝奶奶，祝奶奶中秋快乐。中秋快乐！哎呦，这好孙女，好乖。嗯，奶奶给你加一块菜花，这是你最爱吃的绿色食品。哎，好乖。来，妈。哎，七鱼。哎。爷爷回来，快去。爷爷，爸爸妈妈给你买蛋糕。哎，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快坐。哎，坐坐坐，可回来了啊！等您半天了。哎，坐。哎，你怎么刚回来？我还以为人家留你吃饭了呢。你说什么？我以为人留你吃饭了呢。哎呀，你要不会说笑话，你别说。谁留我一个外人在人家吃团圆饭呢？真是。哎，爸，吃饭吃饭。现在的生意真是难做，脸难看，人难求。今天国强特意给你买的好酒。行了行了，少啰嗦啊。爷爷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哎，好乖乖。爸爸，祝您生日快乐。我不想喝了，我有点头疼，我想进屋躺会儿啊。你们慢慢吃啊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说吧，上回我跟你说过，就是国强他们单位房改买房的事儿，他还差10000多块钱。嗯，国强说了，你能不能先借给他？我没钱，我又不是提款机。你知道国强那孩子爱面子，他很少张嘴，你说呢？很少啊。他女儿上幼儿园、上小学的赞助费可都是我掏的。那不是就你手头那点零花吗？那他不能老是算计我呀。嘿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每年8月15我都夹着小心，陪着笑脸，你闺女儿子不上门就拿我当出气筒啊。要是不是你当年不接受他们，我也不会是这个下场。我不接受他们，你说话可要凭良心。我也想当观音菩萨普度众生，当初我也是一大摊子家累，长期养家有多不易。我不接受他们，那我也没拦着你往他们那边送钱。自个儿没本事，怨不着别人。我怨你，要是你心地善良点啊，你就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丢下那四个孩子不管。你怎么会就对你自己的孩子好啊？你替我想过没有？我都这么大把子年纪了，我还得往外面去奔呢，奔呢。当我想孩子的时候啊，我只能自己呀喝闷酒啊。妈，算了，钱我不要了啊。顾谦。德叔，您还记得您当初追我妈的时候，我妈什么样吗？您再看我妈现在这张脸，您是挺辛苦，可我妈她也没享过什么福啊。德叔，往后你对我妈好点啊。哎，豪哥，
什么团圆饭呢？啊，这叫月圆人人不圆，这也叫团圆饭？这不是打发人吗？啊，爸呢？怎么不把爸爸请来？谁是这祖屋的一家之主啊？是那来庄羊吗？啊，是老爸。这人世间的风水，怎么都叫来庄羊给全占了？啊，谁是来家的传人？是我，我是长子，不是来庄羊。没想到，让他折腾了我们一家。不要分离，姐，姐，你瞧瞧双庆啊，又撒酒疯了。他这个人呢，就是这么没出息。越是没酒量，越偏要喝。哎，好好的一个中秋节给搅和了。哎，国强心里不定多别扭呢，热脸贴上个冷屁股。你有完没完？没完。我范护芳这辈子，糠能吃，菜能吃，气不能吃。你凭什么就看国强不顺眼？凭什么就不能帮帮他？我就看他不顺眼，平时他一毛不拔，有事儿来找我。你看看他拿那个五级花茶，还那个劣质蛋糕，他来对付我啊！你知道我是什么岁数？花甲之年，我是在60岁的大寿。我要是等着他呀、啊，来给我养老送终啊，我这辈子就白活。你说，他一国家公务员，你让他送你什么？他一文物处长，那底下的人。能跳出来给他上什么供？哎，我早就听说了，你家那个双羊特能干，现在混得风风光光的，可是人家不认你。好歹国强是你看着长大的。你成心气我是不是？我不吃了。哎，你别走，别走啊！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不走。现在就剩你付，我们脱贫呢就全指望你了。就是，你们到家看看去，我们开扶贫现场会了。也没啊，男子汉大丈夫叫什么穷啊？啊，有我的干的，还能没你们稀的喝？来，来来来来来。老朱啊，够意思，还像当年一样讲义气，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。哪能啊？你还记得那年部队过中秋节夹菜，咱俩蒸红烧狮子头吃吗？对对对对，胃亏肉啊！今天我们就夹个红烧狮子头，怀怀旧。小姐，夹个红烧狮子头。哎，来了。要什么？红烧狮子头啊。对。狮子头？什么狮子头啊？谁敢吃狮子的头啊？小姐，我们这可是488元的套餐啊，连个包间都没有，让我们在这儿将就，啊，加个狮子头还没有，你们怎么开门做生意的？啊？怎么，没有狮子头
就不能开门做生意了。可真够巧的，这是你开的店。对呀、啊，以后啊，你经常来给我们捧捧场啊。好说好说，坐坐坐。好。来，尝尝我们这儿的招牌菜，好不好啊？今天我来请客啊。好。哎，鸭脖子。既然你们是老相好，得喝一杯啊。哎，什么老相好？几个小时前我们刚认识。那更得喝了，那叫缘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当然可以。你们当兵的人就喜欢这么喝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深水炸弹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先干为敬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这随意随意。嗯嗯，好好好，那你们先慢吃啊。好，好，好，来来来。尝尝这鸭脖子，啊，味道真不错。老板，点支。老板你好，我唱歌吧。这小曲好唱，口难开啊。要点，我跟点军乐队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价格可就高了。你真有军乐队？有啊。那我可不问价了，给我点一个《打靶归来》。对，来来来，打靶过来，好，来来，喝，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好。你们这儿啊，生存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。哎呀，整个一条街都是油烟滚滚的，而且你们那儿有个醉鬼，让人揍20遍的打靶归来，真亏他想得出来。哦，那面还有麻将大战，一战就战了一夜，怪不得居民老百姓要搞你们扰民呢。我看政府应该取缔你们了，又不是没取缔过。盛元。这取缔本身啊，就是做广告。吉庆街之所以有今天这么大的名气，都是取缔的功劳。洋洋，我觉得你应该站在我们主流文化这一边，可你怎么看上去更喜欢这儿的乌烟瘴气呢？你，我知道，要不是今天晚上咱们家有聚餐，你也会融在这条街里卖鸭脖子呢。卖鸭脖子怎么了？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啊！哎，可怕就可怕在这儿。双元，嗯，洪涛这小子，你可得看紧点啊！嗯，这一顿饭的功夫，他那烤鸡都快打爆了，你可得小心他整事儿。好，不用。来，哎呀，坐坐。他能给我整什么事儿？哎，来，好了，还会有什么事儿？在外面找女人呗。不会的，姐，他可疼我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生活当中啊，就有这样的男人，在外面做了亏心事儿，回到家里啊，可疼老婆了。不会不会，姐，你不了解洪涛，他根本不是这种人。你以为他是哪种人呢？那中秋节的晚上，会是客户在call他吗？崩溃吧。那敲机都敲爆了，手机就放在边上，他心里的没鬼，他干嘛不回电话啊？洋洋，你累不累啊你？洪涛又不是什么大款儿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小姑娘实惠得很，下馆子像你这种特色三丁人根本不来，必须得三星级以上。所以说啊，即便是洪涛想胡闹，没人奉陪他吧。哎呀，你别不放心。再说了，我现在不是当红节目主持人吗？
家都觉得红桃根本配不上我呢。你有多红啊？崩溃吧！哎，你说你都到电视台工作这么长时间了，那正式调动手续你到现在都没有办，这红可是有极限的。嗨，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你可别这么想，我可是见得多了，这人呐可是此一时彼一时，你说像电视台这种地方人才济济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跳出来一个比你更红的，那你可就真的要回兽医站了。哎呦，你怎么会呢？那有什么不会，你以为你谁呢？双言啊，我可是提醒你啊，那兽医站的管理费你可一定要交，你可别后脑勺不长眼睛啊。姐，你是不知道我们兽医站那些人个个眼睛红得都像猴屁股似的，哪比人过得比他们好。那你也得忍，你不为他们，你是为你自己。你的公费医疗、养老保险、住房公积金，各种各样的福利你都得要。洋洋，你累不累啊你？你别替我操心了，你还是多操心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吧你。我真替你着急呢。我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趁年轻好好找个人啊？这人结婚呢，靠的都是缘分，我总归不能走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吧。可是你也不能谁买你的鸭脖子，你就冲谁飞媚眼吧。我看他们呀，没一个好东西。你可真逗。我什么时候飞媚眼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行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啊，我们电视台的节目有个叫《相约在丁香树下》的栏目，你看了吧？嗯，我替你报名了。给我报名？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我可不会去丢人现眼。谁跟你开玩笑啊？这是我们电视台好不容易组织的一期大龄组，你知道吧？你们都打破头呢。得，我可不去。九妹，还有多少鸭脖子，都赶快拿出去！你看这条街多旺啊，去了咱的金牌鸭脖子，这哪叫吉庆街啊？鸭脖子早没了，崩溃吧！汤叔做了那么多呢，嗨，本来还剩一些的。后来被那个要吃红烧狮子头的人全给包了。哎，看，今晚的月亮多圆呢。九妹，想家了吧？我才不想呢。你现在是城里人呢，连家都忘了吧？是他们不想我，过节给家里寄了钱，他们比见了我还高兴呢。忘了就忘了吧。九妹，我看你啊和偏脑壳是天生一对，在城里啊成个家，哎，也不错，真的。豪哥，你可太不了解我了，我可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。你想怎么样？你还能怎么样？远的不说，我将来一定要开一个像来生阳一样的饭店。哦不，比这还要大，要赚好多好多好多的钱，祖祖辈辈都变成城市户口。说梦话谁不会啊？我看你不但是偏脑壳，还是个木脑壳，你就这么认命啊？不认也不行啊。小妹啊，咱们每个到城里来的人呢，谁不想发财，对吧？可是啊，那必定是少数。对，而且还不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呢。我愿付出所有的代价。双九，双庆，今天是爸爸的生日，得喝。我敬你俩一杯。我先干。哎，双言，双阳，你们俩也得喝，爸先喝啊。哎，哎，哎。
铁日暮人山，云云风瘦乡情，雁门来时不亲，就山来一天。其实啊，我这一天都不踏实。怎么，洪涛有什么不对劲儿吗？其实啊，有的时候女人的直觉蛮准确的。哪跟哪儿呀？这都是。今天是咱爸的生日，我没有吧？洋洋，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再说了，咱爸也没少托人向你带话，跟你赔礼道歉，对吧？比起我吃的那些苦，他说一声对不起算得了什么？可他毕竟是咱的父亲啊，他配吗？我们小的时候需要他交学费、吃饭、买服装，他跑到哪儿去了？他为了陪那女戏子睡觉，连我们儿女的死活都不管，他配做父亲吗？别说那么难听，有的时候说实话就是很难听，可这是事实啊。你总说我太宠着双九了，可他小的时候就穿着你剩下的花裤子，剪三寸的裤腿儿，他连门都不敢出，怕人家笑话。你生病发高烧，家里连药都没有，我去讨工业用的酒精为你擦身子，你说我这样的日子我都熬过来了。行了行了，我这个人呢不追求什么完美，我觉得我现在没有父亲也没什么。还不许人家犯个错啊？崩溃吧，走吧。要知如今，我何必当初？喂，啊，是杜尔啊？怎么，刚离开大姑就想我啦？哎，刚才我们吃团圆饭的时候还好好的。怎么？什么什么？哎呀，到底是他们打起来了，还是跟那些打麻将的人打起来了？啊，下岗？谁下岗啊？你妈妈宣布15号下岗？这是什么单位呀？真是崩溃。好了好了，我马上就来啊，你别着急。九妹，赶快赶快，跟我去接多尔。多尔，不刚走吗？哎呀，你还不知道这家人，我大哥耍酒疯，今天我嫂子又下了岗，你叫多尔怎么办？好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我们救人要紧，快走。没睡呢，啊，来来来来，嗯，哎，啊，吃什么呀？都吃脸上了，快去洗洗吧。